乳化剂和具有防蚊效果的芳香精油等比例的倒入小瓶子里，用力的摇晃均匀之后，最后再以自己喜欢的浓度加水来稀释，天然的防蚊乳液就轻松完成了。我们用这个油跟水，然后借由乳化剂的特性把这两个材料结合在一起，那再利用精油还有薄荷的功能呢，可以达到这个清凉还有驱蚊的功用。市售的防蚊乳液总是会添加化学成分，擦起来让人难以放心。而秉持着天然的雄厚，永信基金会是特别邀请老师到大甲中山里民活动中心来教导长者制作天然的防蚊液。因为成本低，天然环保，又有精油的芳香味，不少参与的长辈们都觉得课程受益良多，也觉得防蚊液擦起来是相当安心。啊，抹落去吼，啊，感觉安尼足凉的，啊，正舒服。哎，啊，这样安几分钟尔尔，就凉凉凉。啊，对，老师安尼教，咱安怎做安尼，啊，就安做啊，正趣味就对啊。哎，哎呀，大家拢有咧运动啊。你这个薄荷这个防蚊乳液吼，枕头抹落去吼，有安尼一个薄荷的味，啊抹了后吼，这皮肤感觉敢那较安尼油油啊金金啊凉凉，差不多三分钟了吼，会凉凉安尼，啊会这个甲这个咱这个毛细孔敢那会较会安尼吸收外，嘿，啊足舒服的。因为防蚊乳液做法简单不费力，材料又容易购买，社区的长辈们也表示会教导更多身边的朋友，让大家都能学会如何制作环保的防蚊液，让大家轻松防蚊，也能避免化学成分的毒害。记者王胜炫台中采访报道。